但我同爸爸喺科学馆露营。与龙同眠，与龙同眠啦。好啦，行咗去啦，行咗去啦。你行入去啦，行啦。你今日去边度啊？睇恐龙耶！乌龙嚟啊 ！Hello， 有西龙组喎，同埋仲有咧叶龙组嘅 ，Hello， 海面嘅山楼啊！啊，个生日礼物啊，咁你快啲开俾我哋睇啦！好想知入边有啲咩，知有啲咩礼物啦，咁我都想知。我是唔見咗啊！點算啊？咁跟住各位小朋友，同幫暴龍哥揾翻條鎖匙好唔好啊？大家話好唔好啊？係啊，幫暴龍哥揾翻條鎖匙咧，就有翻禮物收噶咯。喂，好啦，我哋去玩遊戲。尋龍奪寶遊戲開始啦！好驚啊！喂，攞一個啊！攞一個，攞一個。喂，這個科學館我們未試過，現在夜晚來，現在關了這個科學館。我都不知道。喂，稍後先參觀。系玩恐龙怪，搵到你唔好搭烂佢喎。觉得似喺呢度有两只恐龙嘅怪，你搭到条骨喎。见到一个可以攞条骨出嚟喎。但系个恐龙咩啊？可以攞上骨出嚟。咁样我扫下佢啦。可以扫下佢啦。扫下佢啦。你放低呢个先，用呢个扫下佢先。你覺得這個是像哪一個骨子？這條梁龍來的，那你就答對了，可以吸引人。哦，吸引啊，可以。下面什麼來的？你幫我看看，你幫我看看，你看那隻龍呢？仲有一個啊，仲有一個啊，去下一站啊，去下一站啊，嗰度啊，仲有一個喎，邊個咩？呢度過去喎，呢度過去。哇哇哇！哇，咩嚟噶？咩嚟噶？你介紹下先啦，喂。好啊 ，OK 啦。你行先啦。呢个是士多啤梨的基因。就是士多啤梨的基因啊，你做了啦，好嘢，系啊，好嘅，我想俾你分享留言，你一阵越望越多噶啦，哦，吸引喎，你如果唔忘记咗吸引喎，我帮你揸住先啊，呢个又吸引。好啦，行到下一站。咁啱喎，阿妹。呢個喺邊度啊？你試下咯，你砌咗落去睇啱唔啱啫嘛。試下，嘗試下。啊，好嘢。砌
只恐龙超级难。试下。呢嚿。咁样唔啱。呢个唔啱。你要转咗。哦，我哋要转咗。好。好娃娃。唔系专心啲整啊呢个先咩？仲有一個，系喎，一個咯，好嘢喎！呢個唔好啊，好啦，我哋去揾埋嗰個咯。揾埋乜嘢啊？仲有一個任務咯。咩啊？喺，你睇下我哋去睇下邊度啊？你玩嗰未玩嗰個，你爭呢個未玩喎。而家扮恐龍飛好驚啊！仲要扮佢行到天。阿妹你喺度做咩啊？你喺度揾鸡蛋？你喺度做乜嘢而家？可能已经冇晒啦。你睇下啦，四围照下。你介绍你暴龙喺边啊？哇，喺呢度。我哋嘅宝藏咯，哦，嗱，咁啊，每人一份咯，好犀利啊，你哋，耶，哇，系喎，仲有乜嘢啊？哦，跌咗啊！入去睇天空啦，耶！好啦，而家咧就呢个去到咧，夜晚嘅六点零七点钟啊。好靓啊，但系好黑啊！好彩色同埋，我唔知道点解海而啲线可以变成一啲。是星球来的，特别的工具帮我们了，看花色，喷烟的，然后叫喊出来啊，这个就叫液态氮，液态氮，液态氮呢是一个 很低温的液态，液态氮的处理由花色就面世啦，好，大家就传给大家看看这个是什么花色，哎，听到答案了哦，系啦，同时咧就会传两个真嘅恐龙化石俾大家，有啲窿窿喺度啊，点解啲窿窿？冻冻地啊，化石嚟先。哇，仲几好力过你，你介绍下呢度有影片睇。阿妹，你可唔可以慢慢行大我兜过先啊？有冇嘢噶？冇嘢噶，嗱呢度系喎，呢度冇嘢噶咯喎，呢度得睇影片嘅啫喎。好啦，我哋落去下面啦。好啦，妹带我行啦。我哋而家去边度？翻我哋自己个营系咪？
呢度就系我哋嘅帐篷。哇！我哋拆完啦，再过去。好啦，我哋而家拍呢两个龙啦。睇恐龙骨时间。哇！哇！你行咁快嘅？哇！呢个系咩龙？识唔识？伊德龙。西龙，系啊，西龙。可唔可以带睇下嗰个牌？咦，呢度可以打印噶喎。喂，阵间你带埋嗰本书去打印好唔好啊？你咪攞本书嘅，你有本书。激浪，好同埋十六十三对十。三角龙，我最中意三角龙，但系我最唔中意系飞飞嗰只啊。翼龙，哇，好犀利啊！哇，呢个系骨头。你点解可以转颜色噶？呢个头先白色，再加变红色。点解你会介绍眼灯？你唔系介绍恐龙骨嘅咩？系啊。你见到个恐龙牙齿啊？我边啊？喺边度恐龙牙齿？恐龙牙齿喺边度？嗰度。周围行下先。好啦，你介绍呢度先啦。我哋睇下入边啲展览先。寻龙记，你玩唔玩呢、這个阿妹？你试下揿下咯。哇，有恐龙书介绍喎。你睇下想睇边个？你揿咯。实体书。好啦，你去下一个位啦。喂，嗰度有啊，嗰度有书啊。呢啲可以借俾你睇嘅。不过净系可以喺呢度睇到。呢张书台。OK。呢张书台。全部都夹住咗嘅。我哋睇下。哦，佢呢个系 3D 模型啊。我剛才沒看到啊，阿妹是不是啊？剛才都沒來過這裡。什麼來的？可不可以介紹一下？這個這個是、3D 立體打印出來的，可以 feel 下，還有很濃。搏斗中的恐龙复制品，好，你试下砌啊！我放低盏灯先啦。呢个可以玩佢嘅身体。试下咯，嗰啲拆唔到噶啦，你可以拆啲手脚同尾啫。可以砌翻好佢噶，哇！砌好，听朝有活动啦，要翻假啦，阿爷爷。喂，暴龙，早晨。我冇出眼啊。你騎隻龍行去邊啊？哇！你咬我啊！我咬我啊！我好掛住家姐，拜拜。耶！
記得訂閱我哋啊！